张生寺。位于台北市文山区的张生寺，兴建于西元1931年，寺内主祀观世音菩萨，已有80年的建庙历史。清乾隆年间，先贤渡海来台，拓垦木栅地区；至嘉庆年间，来者日众，逐渐向山区发展，依傍山区两边逐屋定居。1930年，住在漳湖附近居民在山坡地发现状似观世音菩萨石像一尊，便以原石块为案，香火诚心供奉膜拜。后因祈福灵验，信徒逐渐增多，便由信徒张喜、张发两位许愿斥资成寺，按地名称为张山寺。张山寺因位居于三条登山步道的交叉点，包括沿途以石阶铺设的张山寺步道，又名飞龙步道、指南国小步道及旧千宫步道，因此每逢休闲假日，登山游客与香客络绎不绝，是区内著名的寺庙。寺庙居高临下，其前方宽阔的广场是一个眺望四周美景及俯瞰大台北市区的绝佳景点。